把腰转身，右手一抛，渔网透过离心力散成圆形，下方的铅块就能牢牢网住鱼虾。这是阿美族传统渔具八卦网，看似简单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这样。哎呀，好棒哦！有人网撒不开，有人差点被铅块绊倒，笑料不断。究竟要如何成功撒出圆形状的八卦网？关键在于小拇指。右手的小拇指的勾网的这个动作，其实我觉得它蛮重要，因为它可以控制网的方向、网的形状跟网的大小。第一次上手，我觉得还蛮新奇的，没有想象中的容易。然后老师教的技巧还蛮重要的。初次体验传统渔具，学员们玩得不亦乐乎，而寓教于乐的过程也传递阿美族与海共生的友善渔法。除了八卦网，渔枪也是常见的渔猎工具之一。在不使用气瓶的情况下，潜入水中以渔枪近距离射鱼捕获，由于过程惊心动魄，也因此被污名化为血腥暴力渔法。这件事情就是让就是一个生活的方式，了解它整个过程是得来不易，而不会造，我觉得不会造成一个浪费也好，然后这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生命教育。台东山原湾滨海生态丰富，曾是海龟上岸产卵区。台东县政府透过办理为期三天的工作坊，从多元的课程内容中培育海洋保育的种子教师，推广保护海洋知识与传统文化。记者张惠北南向报道。